我们的这一年，2020到2021，时间回到2020年2月22号的时候，一开始就喵。这一天我们来了 Lazy Dog，庆祝我们的 anniversary。但实话实说吧，不是很好吃，因为不脆。这宝宝生日快乐！滚蛋！今年是以美食为主题的一年，准确的说是居家美食的一年。要说为什么呢？那是因为今年疫情的原因，过了特殊的一年，我们一整年都待在家里。来看一下我们家的大厨。我们尝遍了各种口味的螺蛳粉。还尝试在家 bakery， 就是韩式豆腐汤，放上了大酱和豆腐。Bibigo 的饺子，来，大厨给你再添上一勺。西红柿炒土豆炒年糕，我的拿手好菜。哎，宝宝可厉害了，偶尔装模作样运动打卡一下。实则是网购了各种各样的零食，小龙虾螺蛳粉以及可爱的咖啡。在家的运动就是 Just Dance。特别的日子吃一顿丰盛的火锅，可以吗？得来个特写，超强的样子。穿的很随意，吃的美美的。会不会好看啊？就是拍照不好看，没有用第一人称视角拍。这次在大华买了超好吃的雪花羊肉片，小雨也炒的可好吃了。鸡饭，鸡饭，鸡饭。又是螺蛳粉儿。我刚刚在把。继续吃火锅。看逍遥同学帅气的上楼的身姿。怎么了？可疼了，我本来想这样抱起来，抱不起来。疫情期间，一场难得的世界级的音乐 live concert 直播。西红柿鸡蛋面，公司发的数一数二小玩偶。不是为了做这个负伤了，就是盛饭的时候负伤了。以前我盛饭的时候负伤了，就是你这一碗。超好吃的肉肉。侧脸看着你。大宝宝的生日。大宝宝，今天离大宝宝。生日还有3天，所以插上个蜡烛，祝大宝宝生日快乐，许愿。许第二个愿望，许好了，许第三个愿望，哟，棒棒！小宝宝精心准备的礼物，这么棒。哎，这是想不让我给你抢吗？一个便携投影仪。哎，宝宝不是一直说想要一个？哇！美食时间。哇！麻烦。小宝宝的拿手好菜。是不是很高？大宝宝的拿手好菜。大宝宝摊的蛋卷儿。快放风，快放风啦！可以回家了。难得周末出来放个风。风不大了。到了一个超级优美的小水库旁边，逍遥走向了水边。远看水蓝蓝的，近看可清了。这个水摸着超舒服的，在家附近有到了海边的感觉。为什么放多了？在家做 cheesecake。尝一下。你这一尝。你尝。吃什么呢？你尝一下。这次又是在做什么呢？这样子是不是？哎，是这样吗？还是快要出炉啦。然后再关掉。鸡蛋饼蛋糕。休息一下。你是不是在干坏事？没有。你看。可傻啦。大宝宝。你懂。小宝宝收到了大宝宝的生日礼物，真正的 AirPods 啊，不是假的 Air， 不是小宝宝给大宝宝的假 AirPods， 妞可好啦，
盘一个。大宝宝亲手给小宝宝做了蛋糕。这边有几个，那个芒果。嗯，是的。两个人在家简单过的生日，但是非常开心。嗯。第一次做的蛋糕不小心冷冻了，于是大宝宝决定当即做第二个给我吃。不能弄这个，这个里面啥都没有，全藏在这上面。夹心芒果，盖上奶油。第二次的蛋糕成功出炉，味道好棒。鸡蛋饼，那也好香。大厨做的烤肉。油光锃亮，香喷喷。哇哦！猜猜这一天我们又在做什么呢？开始揉面团了呢。现在初步有个样子了。Cheesecake 不是 cheesecake，cheeseburger，cheesecake。那宝宝用了大杀器做的炒粉丝。这次是 cheesecake 了。面层，咖喱也是做了好多次，日益精进。做的 banana bread， 这次是小宝宝的 bakery， 西风蛋糕出炉，刷上蜂蜜，再稍微烤一下，卖相还是不错的。今年在家为了吃，也是揉了好多次面呢。是不是？猜猜这一次揉面是在干嘛？嗯。Bingo， 我们在家第一次做披萨呢。第一只披萨出炉。我们家小宝宝在做披萨。刚刚吧。我在做第二块。披萨是用来撑的，是下面那个。这太碎了。满屋子飘着披萨的香味儿。嘿嘿嘿，大宝宝，你也可帅了。嘿嘿嘿。哦。cheese 拉出丝儿，超好吃的。看这边，我的独家鱼汤。看看小宝宝做的是啥？这粉呢？七月 anniversary， 大宝宝做了烤牛排。本来想做五分熟的。最近听的歌都是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里的。这很好看。你那个专门摆了一下。呀。成功复刻了黄豆猪脚，又烤了一次披萨，每次烤披萨都超开心的。我刚刚都睡着了。七月，好吃的跟我说。可香可香了，可好吃了。
开始了。蛋糕，味道也。表演还要表演什么？还有蛋黄糕。爸爸头抬起来看。他是小包包。太搞笑了。场景就是出视频。太惨了一把针。人生第一次拍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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